万不要让小孩子看抖音啊。是的，我们十七班的连续读取，一共用了50首歌。没有错，我们接下来 PK 看看哪一个大队可以坐在地上跟着跳，很高难度哦。是的，我们热情掌声，谢谢十七班同学请回。这边我们要提醒待会同学，你们定位的时候要尽量就再往后一点，要是再往后一点，要不然我们后面旁边的队伍可能会看不到你的表演。下一个。